这儿就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哦。然后穿的不性感，我是可爱类型的小哥哥，小哥哥我是可爱类型的，喜欢朵记得点个关注，谢谢你们哟。93频道，看舞蹈就在93，全网最真的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下一位需要再等10分钟，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关掉，我可以教你，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关掉，关闭舞台，然后等下一个出来的时候，你再打开就行了，没事。不会介意的。
有一句话叫做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是吧？喜欢朵这种可爱类型的小哥哥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直播室通知我，右下角直播室通知我可以点一下，手机的关注在头顶上有个黄色的爱心小加号，希望我们所有的小哥们可以守在我们只有三频道，因为只有三还有好多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类型的跳舞的妹子等着你来看我哦。然后跳下一个舞蹈。喜欢朵朵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直播室通知我。哎呀，其实我有想过，每次来都被你们喷，每次来都要被九九三的小哥哥喷一下。其实你们还是有爱的，是不是？我相信你们还是有爱的。
还是没有爱的呀，没事没事，喜欢朵朵可以点一下朵朵关注，不喜欢没关系，可以点一下，回去也可以喷我。喜欢朵朵记得点一下右下角是不是通知我，手机的关注在头顶上有一个黄色的爱心小加号，可以点一下。我这个人呀，可能就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类型，但我这个人比较乐观。等一下，感谢哥们支持，谢谢。然后跳一个，其实我想跳极乐净土的，但是我觉得极乐净土我又跳不好，然后如果再被你们喷的话，岂不是不是很好？然后跳一个其他的。喜欢的就点关注，谢谢。反正都要被喷，无所谓了，跳什么都一样了，是吧？哎呀，了解了，了解了。当当当当当，反正都要喷，无所谓了。美しく咲く花もいつか散り